充着了，你可以充着电玩吗？也可以，但是会有点拖拽感，我有点不太熟练。拖拽感还是哦，那个线吧。对，我不喜欢有这个线吧。动什么？开，开，开，那就是开。 我回房间了，这点关东西你可以吃完。OK。吃一点点汤，然后还有萝卜。OK。我求死不得。 如今，我死而不息。跪下，你们这些凡人，让我心甘情愿的体谅。 没补到，快快快，来个萃取，来个萃取。我是严厉。 他一直在 Q 我呀，这都拉不回来呀！我中两个 Q 都拉不回来呀，这太傻逼了！他能不能改成说这个命中多少次就一定拉回来呢？命中两次，就一定会被拉回来。 把那线推进去，不然不太好，插下去，搞个监控。我将用鲜血的海洋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这把他的飞脚，我看啊，这里秒他有点难度，还得再 Q 他。 配乐。哎呦，凶凶凶！ 哈哈哈哈哈！那错错，烦死！火焰，乔威，哎呦，帅！ 爆啊！威朗普，威朗普这么爆啊！好难碰到他，9分18秒。 他就狗在后面，我也没办法。狗在后面，我确实没什么办法。要想听到我崩刃的真实声音，首先要懂得痛恨重生。 这么大呀，这压力！你交替，我交替。
都不在上，都跑下路去。没事，锁住锁住锁住，这是你明哥的经验计算，刚刚好不被弄死，这你受得了，刚刚好不被弄死，太帅了。什么计算？经验计算，经验计算。都慢，开始。放点药水就行。但是卖药水，算了，卖盾吧，盾没什么用。就这样吧。再来个挺进破坏者，小火龙那个就打死。但相位还是很好打火龙。操！推完就跑了。回家挺进破坏者，挺进破坏者呀！我要开爆了！哎呀，怎么玩嘛？怎么玩嘛？十四分半怎么玩嘛？好健康的效果是。追杀呀！这是16分12，哦，你的闪还没好，那你又要死定了，你。我顶着塔给你秒了啊！那出挺进你就跑不掉了，跟你说。简直轻轻又松松的，走到面前先来个挺进 AQ， 动都动不了。舒服呀，这拿完再来一个，哎呀，真受得了。哦，打到了！哎，操你妈！别追了！
别追啦！再追弄死你们个女生！要开大了，我靠，被晕住了好像。帅！你的笑让你的宿舍毫无面子，这不是很有感染力的笑声？投了，哎，怎么最近那么多小火龙上单？